没事没事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那你早点回来啊，我11点就做好饭了。行。哎呀，儿媳妇儿，今天做的菜挺香啊。妈，赶紧过来吃饭吧。妈，你慢点吃啊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你喝水。我再去给你盛一碗。好。妈，你最近饭量怎么这么大？昨天你就吃了4碗。饭还不好，说明儿媳妇做的饭好吃啊。那你就多吃点。你慢点走。没事，你放心，赶紧回去吧。这钱是在小区里面捡瓶子换的，我在这里也帮不上忙，天天闲得要命，就捡点瓶子补贴家用，这一活动呢饭量就大了点，这些钱就当补贴给你的米钱了。